最后才你给我上去，不过你们得跑多久啊？今天圣诞节，我给小猫咪做几件衣服。我买的这个袜子，走开，你走开，走开。买的这个袜子，来给他们做衣服，把这个剪掉。然后剪两个小手出来。不好意思，过来看可不可以穿？献给小豹子试试。穿衣服了啊！嘿，嘿。哎，可以穿。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还挺合身的嘛。小胖子，你穿的衣服都不会动了吗？再戴顶帽子，来，戴个小帽子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再做一件。你看你衣服多好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穿衣服？还有你没有穿，过来，外婆给你穿衣服。最乖的小猫，哎呦，外婆真笨。